来玩这款游戏《死亡之刃》，啾啾啾啾啾 ，QOO 或者是安卓 Google Play 就可以进行下载喽。我可以两段跳，翻滚，哇！我的无敌翻滚刚好被我蒙到，感觉会很硬核啊，这个游戏。来个敌人啊，狼人。好像很厉害哦，狼人！哇，他血量太多了吧？幸好他动作很大，很好闪。好笨重的沙包哦！狼人走了，我帮他配音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这样牺牲也很大哎。看起来没有中文的样子啊。没有中文的，好吧。除非未来他再有名一点，好吧。真正的第一关来了，哦，我是英雄。翻滚，砍劈！你全身都是破绽，太慢了。还可以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觉得很难呐。风景还算是不错啊。打敌人的同时啊，还可以看一下后面后方的。雪山、森林，这样就算过关了，而且还有强制性广告哦，哭啊！过一关一个广告，那还可以啦，5秒的话还可以接受，因为有一些游戏啊，是你玩不到30秒，结果他给你跳了个30秒广告。那个就会很干了。哇，我被劈到了！咻，多此一举。有没有什么其他武器呀？如果武器更丰富一点就好了。这就算过关了。好啦，游戏不然就玩到这里吧。喜欢的话可以下载玩看看。大家拜拜。